哦，凡凡，然后今天呢，有没有人啊？下面，你们反应一下嘛？怎么突然公屏连小花花都没有了？我以为我自己卡住了，我还以为我自己卡住。大家喜欢我们的可以点一点我们的直播室通知啊。然后呢，今天是六一儿童节，祝大家在六一儿童节真的卡住了。这个麦序的时间，我们上来自我介绍啊。然后大家喜欢我们，可以点一下直播室通知，然后点一点爱心，点点花，送送花。刚才是卡住了吧？现在好了吗？OK。然后，我就先下去了。